1996-5232，户民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的顿教，就是化仪四教里面，四教仪的正文呢，是在第二页前面的最后一行。上次是讲到约布判讲完，这个正文呢，就是说处处受红布次第，这为前机说别教，故约布为顿，越教民间。正文到这里为止，就是别是顿教的别是的第一段，越不判，越经啊佛一代所说的教典里面，它的部类来判定华严经，属于华严纪律的经，是属于顿教。第二，越时判。越时间，就是天台智者大师，越五十啊，来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十教加以分段，就是第一华严时，第二欧含时，这里叫做鹿苑时。教观纲中就称为欧含时，第三方等时，第四般若时，第五法涅槃时。佛刚成道的时候就先说华严经啊啊。那么在菩提树下成佛，最先说的就是华严经，所以这是属于五十当中的第一个时。所以看着那个正文啊，此经中云。比如日出，先照高山。下面一个小注，第一时，第一时就是华严时，五十的第一，叫做第一时。此经就是指的华严经。因为上面刚刚引证华严里面的经文说过，出发心变成正觉，这就华严经文，连珠一直灌下来，都是根据华严经的内容啊，来加以说明。现在越时间判定华严是第一时，有什么根据呢？华严经里面就写明的记载。此经中云，比如日出，先照高山。智者大师那个时候看到的华严呢，只有东景时态，东景时代的佛陀波陀罗，佛陀波陀罗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华严经，60卷的华严经，习惯上称它叫做六十华严。所以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所有引证叫做华严经的名目，通通是指的东景时代六十华严，六十卷的华严经六十卷的华严经啊，
它有34坪。嗯嗯，那么现在这两句话，比如日出天照高山，这两句话呀，是出在东锦时代翻译的六十华严里面的第三十五卷。它的品摩哇就叫做宝王如来性其品，这一品经啊。有三十三卷到三十六卷，有四卷。那么后来唐朝翻译的华严呢，它是在第三十七品。那么唐译的华严经叫做如来出现品，也就是说这个道理，比如日出天照高山。原来这段经文是很长的，原文呢，佛对当时的大会上说这个话的时候，开头的说法说：佛子，比如日出，先照高山。先照一切诸大三王，一切诸大三王就是高山了。智者大师根据后文加以简化，叫做先照高山。原文就写作先照一切诸大三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刚宝山，然后普照一切大地。原文是这样的文字。下面还有佛法，把它比作佛出现世间说法的意义有佛法，这个文字很长，不必念。比如日出先照高山，日比佛，太阳比佛，比方佛了。日出是佛出现世间，日必定有光，没有光就不叫做日了。日必定有光，那个光明啊，就是比作佛说法。光明比作佛出现世间说法，49年说法。日一出，光就照世间，就照一切万物。那么照物比佛说法，应众生的根基，配合众生的根基而说法，就照物就是应机。高山就是一切诸大三王，那个高山就比作大菩萨，所以前面说41位法身大士，这就是所谓高山，一切诸大三王就是高山。那么这就是说，日一出现世间，就是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您早上注意看到这个日出啊，不要睡到日出啊还没爬起来，日还没出就得起来，你往东看，往东边看，看这个太阳一冒出来的时候啊，它的光线先照到哪里？最先照到的就是高山，那最高的山间就最先照到，所以那个最高的山就比作诸大菩萨，破无明正法身的这些大菩萨，41位法身大师啊，那就是高山。那么日光一出先照高山，就是比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在菩提树下成佛了，最先说法度的就是对这个41位法身大师说这个华严顿教所以这就是用这个日出第一时来比作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成佛之后最先说的华严经就是对这个大菩萨说的，所以叫做先照高山。经文的一切诸大三王智者大师把它简化，就叫做高山并不是说只大而已了，大必定也高了就先照那最高的大山的山间那么这就是日光先照到的地方。如果按照华严经这段就是如来出现品它的原文照的次第由高而下，就是先照高山，这个日光慢慢往上升，那么就是照的光线就是一直往下照到了那么智者大师约这一段经文把照
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照高山，第二照幽谷，第三照平地。啊，照平地的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因为照高山下来就是照到这个深山幽谷，照到深山幽谷啊，幽深的山谷里面照到，那么这个时间都不会很长，从照高山到照幽谷，一直到平地，时间很快就照到啊。那么普照大地的时间啊，时间很长，那么智者大师就约这个意义啊，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例如说人家受食的时间，例如我们中国的时辰呢，假定说辰时就是好像人在受饮食的时间呢，那叫做食时，这为第一个平地的时间。第二就是以中将将到中午的时间，就从早上辰时到中午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十二时辰里面就是四时，神是五位有四时，这是第二个时间。日正当午为第三个平地时间，就是正中日正中的时间。那么以这种五个时日照的五个时间呢，来对照五时说法。所以照高山是第一时，就是华严时；照幽谷是第二时，就是阿含时。那么平地分三个阶段，就是说大乘佛法的这个假定说辰时就是属于方等时，四时就是般若时，五时日正中的时间，五时就是法华涅槃时了。这个说法如果与经文的原文对照起来不会完全相合，因为经文的原文写的是比如日出先照一切诸大山王，这是第一；次照一切大山，这是第二；次照金刚宝山，这是第三；然后普照一切大地，这是第四。按照经文它这个照的次序只有四个阶段，而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三又分成三个阶段，成为五个阶段，这是越它的意义而说的。日光出来啊，它照的次序的意义是有这个道理啊，不一定要完全根据经文呢、一一配合，不能这么死板。所以有些人呢就根据这一段话说，经文是四照，而智者大师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三就分成三个阶段，这又像三照又像五照，好像是与经文不合，那么这样子就来批驳编驳说这样子不对啊，这是太死板。佛法呀，你不要一定按照那个文字死板的看，那么你看看他这个比的日出啊，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按照智者大师说的那个样子，如果是的话就没有错误，它是根据这个意义。太阳出来先照到高山，然后其次照到深山幽谷，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个太阳稍微高一点呢，慢慢的这个深山的地方啊都照到了啊。如果没有住过山的人也许是比较难懂，我从前住在山上啊，我是山上的长大的，所以在山上看呢、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啊。那么先出来照到高山之后，慢慢它这个日光往上升，那么这个光线就一直往下照，那么照到这个深山幽谷啊，还没有普照平地，照到这个深山里面的那个很幽暗的地方，很深的幽谷山谷里面都照到了，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大地，日光还没有照到大地，所以慢慢再一直往上升，等到日升得很高了，能够照到平地了，那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平地一下子照平地，这个日还没有到正中，日光太阳啊还没有到天上的正中，当然从照到大地一直到日的正中这段时间是很长的，把这段时间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是有道理的。所以啊，不能因为跟这个经文完全不一样啊，就来认为古的这种说法与经文不合，就批驳它不对，
啊，这不应该这样说啊，因为这个话本来不必在这样这里说，因为现代人研究佛法呀，往往喜欢钻牛角尖，往往喜欢在文字上打转，就是因为我看到这类的文章，看到有人呢、啊，喜欢啊、把这个祖师啊、所定下来的规范呢、啊，把它挖洞洞、挖墙角，喜欢做这个工作。现代人喜欢写这个反面文章，啊、喜欢说古人不对，认为他很了不起，他的智慧很高啊、甚至超过释迦牟尼佛。因为有这种情况，他不是学天台的，那么因此他就要找这个天台的有些什么问题呀、啊？他找出来就要播啊、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哦，这个没有道理啊。佛法不是这个样子啊，不能太死板。假如这里面如一定是以现代人说的那么多毛病、那么多问题，他怎么能够流传到今天啦？智者大师从隋朝把这个五十八教的说法流传下来之后，一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几百年了。难道从智者大师之后一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中国佛教里面就找不到一位像您现代人的智慧的人吗？那些过去研究佛法的通通都是傻子吗？他们都不懂佛法吗？都是你现代人才有这么聪明才能看得到，才能哦挖出这个古人的这个疮疤来，这个没有道理，所以呀、如果各位看这个近代人的著作，发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要太过于相信他，你不要因为他在诽谤古人古的，那你也跟着哦，好像是哦，文章看起来是这样子哦，不能死死板板的，你要记得，古的说，如果是离经一致变通母说固然不对啊、但是如果不依经说那也更不对啊、那么经里面有它的道理啊、每一段文呐、除掉文字表达之外，它必定还有言外之意，它有含义啊，所以读经又能读到这个言外之旨啊。如果是不懂得这些道理，死板板的一定要在文字上打转呢、啊，那必定会找到很多毛病。那在佛法里面，处处都可以找到他的问题啊。比如说，甲部经跟乙部经比对起来，彼此互相矛盾的地方就很多啊。比如说说空的当然就破有，说有的也会破空啊、佛法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子空有相破，它都是应机说法，佛当时说法它是对机的，当时的根基它的毛病在哪里，就对治它的病而下药说法啊、你不能因为它这个当时的根基不同啊，彼此的根基不同，那你就认为哦，前面对后边不对，或者是后边对前面不对，不能这样子看。所以佛法呀，你必定要把它学成圆融，彼此互通，相辅相成，这样子才不会出问题啊。那么因为这一段经文，对照这个智者大师当时判的，因为这是一直要连到后文呐、啊。因为这是连着五十嘛，每一段呢、啊、都有这个文字啊。那么现在是先讲第一十，就是先照高山。那么先照高山，接下去第二十就是照有骨了。近代的太虚大师，他说这个天台显首的判教，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因为天台宗印度是没有的。啊，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啊，由中国的祖师说出来的判定的这个教法啊，这是正是因我们中国人的根性说的。我最近看这个古近代的有些文章，我都查出来，无论是正面的反面的我都看啊。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天台宗虽然是印度没有，在我们中国才发扬光大啊、我们应当要知道我们中国的祖师说法，他就是应我们中国人的根基而说的。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这一千几百年来都是靠这个天台宗的所说的教理呀维持中国佛教到现在。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佛教啊，在这个一千几百年来，只要你是研究教理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研究天台的，也可以说不懂天台呀、也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佛教。那么其中一篇文章他指明说，智者大师这个判教完全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所以他能够流传到今天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我们呀要虚心以客观的态度啊，要看出这个古人判教的他的用意在哪里。在智者大师之前，中国佛教判教的多到18家之多，那是大家知道的有18家，那没有公开列出来的那不晓得还有多少。那么如果没有智者大师的判教的话，恐怕要几百家了，没有人能够啊把它啊总和融会贯通。只有智者大师啊，他在大疏妙悟之后啊，证到这个法华三昧，所以能够以58教把佛的一代十教啊很有组织很有系统的把它以很严密的方式啊组织成为这么一个教典，能够维系中国佛教到今天，这是非常大的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所以我们后人呢应当静心虚心好好去研究，不要随便呢挖古人的墙角，不要认为这里也是问题那里也是问题那么结果最后啊旧的破坏掉了，新的没有建立起来，最后就同归于尽了佛法就完蛋了因为旧的被你挖掉了，人家不相信了，新的你又建立不起来，最后还不是完了吗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对古德的著作必定有它的见地，我们要好好的下完功夫这是第二，越实判，越五个实的阶段来判定华严经是属于第一实，就是日出先照高山一意啊，其他的意义后边还有四个实意义会对照起来说明这些话先说在这边呢，后边就不必再说其次第三，越未判，把这个四教义的正文翻过来第二页翻过来看着正文，现在看着正文涅槃云，比如从牛出炉，此从佛出十二部经，因为天台教典里面除掉用时间来判定五十之外，又根据涅槃经所说的五味，就是牛奶的五个味啊转变的五个味道来配合五十因为在法华玄义里面呢，时时有越位说明的道理，所以呀这里也得用涅槃经的五味来对照五十来判定它是第一味涅槃云，涅槃就是大波涅槃经，大波涅槃经这前面讲这个五十的时候啊已经说过了，法华涅槃时的涅槃时现在翻成中文的涅槃经北本40卷就是檀无天三藏所翻译的，南本经过慧观法师、慧眼法师、谢灵运等他们呢把它重新修制这个文法不大调顺的地方好好调一下，那么太繁的地方把它从简略，那么因此啊把它简化修制过了之后重制的涅槃经叫做南本涅槃，因为它在南方就是南朝所编定的叫做南本涅槃，就有36卷无论是40卷36卷的经文，它都有这个五味的意义都有说五味无论他哪一本
同样有这个道理啊。涅槃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比如从牛出炉，这是一种比方。涅槃经里面说，好比像这个牛，挤出来的牛奶，炉有牛奶了，从牛出牛奶，这个牛奶再去加工之后煮过之后啊，从牛奶就可以煮成变成乐味，乳乐是第二味，从乐又可以把它做成生酥，有第三就是生酥味，从生酥又可以制成熟酥，是第四熟酥味。而在印度认为，又从熟酥制成的这个最高的最好的味道就是无上提伏，第五就是提伏味，无上提伏，所以叫做提伏是最上的味道。印度人呢，从古以来就是最注重这个牛奶制品，对牛奶制品呢种类很多，虽然种类很多啊，在佛在世当时的情况总不出这五类，约这个乳乐生酥、熟酥、提伏这五个味啊，来对照五十。现在这个华严经呢，华严部、华严时啊，在五味里面，就是拿这个牛奶呀、从这个牛奶的第一味来比方涅槃，所以比如从牛出炉啊，牛比方是佛。炉就是佛所说的教理，从牛奶再制成成为这个乐呀、生酥等，这个比喻呀、对佛法里面用比喻呀、你都要会看了，不会看有的时候啊太死板了也出问题也出毛病。牛奶是将把牛奶去一煎一煮啊，把它做成乐味，可是佛法可不是这样子哦，佛法并不是说把华严经的教理一煮一煎变成欧韩味，那糟了啊，大成小了，好的变坏了，不对的，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五味啊，只是越它的相生次第，因为这个乐如果没有牛奶不会制成乐，就比方如果佛成佛之后不是先说大华严，也就没有机会去初转法轮度五比丘说声闻教典，是相生次第啊。实际上这两种是差不多都是同时的，等到后边经文这个正文又说啊，虽然是等于同时，不过牛奶总是先出来的啊，总是先挤出牛奶来然后才能制乐啊。那么乐跟牛奶是最相近的，所以乐来比作欧含，生酥比方等，熟酥比般若，无上提伏比法华涅槃，只是指的相生次第。你可不能钻牛角尖，说是用华严经把它一煎煎成欧含经，欧含经一煎煎成方等经，那就变成大笑话哦，可不是这样子。这只是说明佛说法的有这么一个五个阶段，五个次第，只是指它由牛奶然后做成乐，做成生酥，做成熟酥，做成无上提伏，有这么五个阶段啊。而且这五个阶段呢，的时间可不能既定多少啊。那么五十它是有比较固定的时间，五味就不大固定了啊。那么也可以同一个时间把这个五味都一气呵成啊，也许有这个可能。所以我觉得智者大师拿这个涅槃五味来比方五十啊，他有表示通五十的意味。我前面说过哦，这个必定要从前面听过来呀、才会了解啊。前面我说五十的时候曾说过通五十以别五十吗？如果越十判，若日出照高山的这个次第判来对照别五十最好了
啊，说明这个别五十，因为它必定有一个一个阶段的啊，从赵高山到幽谷到平地，它这个时间是一定的。假定说天亮以后早上6点钟太阳出来，那么等到它能够照到大地，那总是在8点钟左右了。真正日中的时间总是到12点的时间了啊，从6点到12点差不多有6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一定有时间性的。所以用这个时来比方别五十，来显示别五十的义理，那是很好的，很有次序的啊。越这个牛奶的五味，以五味来比方，同时可以暗示表达这个通五十的道理，可以表达通五十的道理啊。那么因为它这个不限定时间呢，可以快做呀，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虽然它不能说是可以把提夫做变成牛奶，不可能这样子，但是按照它的相三次第的快慢情况来比方，也可以有一点点表示啊这个五十彼此相通的道理，彼此相通的道理。所以越味伴啊，越这个味道的判定啊，就是有表示通五十的意味在里面。表示通五十的意味在里面。当然这个比方它有便宜一半的比喻，有全喻，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比喻啊，不要看死板啊。例如说佛面犹如镜满月哦，佛的面他的脸呐、啊，清净光明，好像这个圆满的月亮一样，这是一个比方啊。可是你不能看到这个比方哦，把佛的脸看作圆叮当，那糟了。你看这个脸好看吗？我们的脸也不是这么这个圆叮当的。所以看比喻，你不要死板，不要死板。假如你要这样死板看的话，佛面犹如镜满月这一句话就不能成立。他只是拿这个月亮的光明清净，光明清净清凉的意义来比方佛的这个相貌啊，这个面脸啊，清净庄严，自己庄严，来说明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一定拿这个比方就跟这个月亮一样，那很糟糕的哦。那么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脸也不是这个样子嘛，和这个比喻一样，有些地方是偏喻，一偏一半，它只用一半，不完全。不是完全拿这个五味来比方，那我说它有表示比这个通五十的意味，那你不能失败。通五十后边可以通到前面，前面通后边当然不成问题了，通五十把前通后容易懂了，后通前不通了不能把提壶变成牛奶嘛你不能这样死板看，只看它一半就好了，看一半那么就可以表达这个道理。凡是比方，只是相似而已，不能完全一样。例如小孩子，从前的人差不多都是留胡子了。小孩子看到他的爸爸留胡子，他跟他的爸爸出去，他找不到他爸爸了。人家问他，你爸爸是长得什么样啊？哦，我爸爸有胡子，那见有胡子的就是你爸爸吗？那笑话了哦。那么就并不是这个普通一般人呢喜欢用这种死板的看法，所以在佛经里面往往啊他钻牛角尖就钻出问题来。那么我看这个反面文章也有写到哦，他说这个涅槃经的五味啊跟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五十根本就不能配合，如何如何，他又是一大片的道理啊，好像是智者大师啊一无是处啊，我觉得这些人呢、啊、真是他喜欢呢、啊、站在望暗处看了、啊、不看光的这有一点这种的味道。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啊，你不能死板的只看他这个比方比得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喻只是一个有一点像有一半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完全像例如说这个很白，白的什么样子啊？雪白，像雪那么白，可是白的并不一定是冷的啦。眼睛看不到的人，你跟他说白，他不懂啊，什么叫做白？他说白就像雪那么白，他用手去摸，哦，这个白很冷啊，哦，白原来就是冷的，对不对呀？
绝对不是这样子。白是冷的吗？你看那个墙壁上的白是冷的吗？啊、所以如果你看，比方跟这个盲人，眼睛看不见的人，你跟他说白，我靴白，他摸到靴很冷，就认为冷是白，那糟了。嗯，那么喜欢对这类的道理、这类比方加以编播啊，挖洞洞的人，就是跟那个把这个白看成冷的情况一样哦，那是盲人，我们不能跟他辩啊。那么这就是说明，涅槃曰：比如从牛出炉，此从佛出十二部经。佛就是好像这个牛出来，就是像佛说法一样。佛说这个十二部经，十二部心意叫做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啊。十二部经是旧义，旧义叫做十二部经。部就是类，部类部分啊、并不是说佛教的教典只有十二部啊、你看这个大藏经里面，我从前在小孩子时代很好玩啊，经常听到这个法师在讲啊，哦，十二部，三藏十二部，后来我跑到这个藏经楼去看，不止十二部嘛，好几部好几部耶。嗯，那么我就去问那个法师啊，你说十二部不止吗？我一去看呢、啊、好多部哎。啊，傻瓜，你这个小沙弥太傻了，不是这个部啊，是哪个部啊？是十二部分，佛经里面每一部经差不多都有这十二部分，并不是说全部藏经只有那么十二部啊，不要搞错了。那么这个十二部经就十二分教，心意叫做十二分教。那是哪十二种呢？孤山智远法师啊，他有一首这个十二部经的颂，常行重诵并受具，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孤其无问而自说。第三句，因缘比喻即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这是第四句啊。论欲共成十二名，十二部的第二就是论欲，加上论欲就是成为十二部经的名目了，十二部就具足了。那么这个道理在哪里说明啊？广如大论三十三详细的解释啊，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有十二部经的详细解释啊，所以第六句叫做广如大论三十三，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第三十三卷里面啊，他对这个十二部经有详细的解释啊。这六句句松啊，就把十二部经的名目整个列出来，也说明他的出处可以去查考。此从佛出，从佛出十二部经，这个名目现在不解释，后边还有机会讲。如果以前曾听过《优婆塞戒经》的，这个道理都讲过的啊。这是比方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先就说这个《大华严经》，《华严经》里面十二部具足啊，十二分教通通都有。那么常行重诵一直到论义都有啊。那么这是比方佛出现世间之后，最先说《华严经》。最先说华严经，就是把这个卢位来比作佛出现世间，最先说华严经，就从牛出炉，就是佛成佛了，最先说华严，这就是越未判，越未道来判定啊，这个华严是第一时啊、就是顿教的这个意义。那么顿教有三段，第一总标，第二别师，别师三段，越部越时越位判定，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十二部、十一部、九部等意义，我们休息再讲。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你一定要知道确诊个案自主回报医疗系统怎么用。裁剪阳性之后会收到手机简讯，小心诈骗，请认明网址是 bbs.cdc.gov.tw 再点入回报。首先确认基本资料，如果你有喘、呼吸困难、持续胸痛、胸闷、皮肤或嘴唇、指甲床发青的症状，请立刻联系119。接着，孕妇、血液透析患者或是65岁以上独居民众，请在这边勾选。再来，请回想一下共同居住者，开始填写线上医调单，一共有5大题。填写完毕，记得联络您的同住家人进行自主防疫或居家隔离。如果你有装社交距离 App， 也请自行上传随机 ID。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您。及时悔悟的军官。在民国初年，各地的军阀相互混战，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因此有很多能征善战的士兵因为立下战功而升官加爵，阿布就是其中一位。听说大帅又提拔了我们的长官，他这么年轻就当上了营长，真是了不起啊。你是说我们的长官阿布啊？他打仗是不要命，他的官职可都是拿命拼来的。怎么，你对他很熟悉吗？当然了，我可是和他一起当过兵，每次打仗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打死的敌人也是最多的，所以才会一步一步地做到现在这个职务。哦，原来如此啊。屡立战功的阿布官越做越大，赢得了很多人的羡慕，但他的母亲却很不高兴，因为他母亲是位虔诚的学佛人。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呢？啊，过几天我又要带兵打仗了，这些天没事就回来陪陪你。打仗打仗，天天打仗，你要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妈，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有事的，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亲自上战场了。虽然你没有事，但每次打仗总会有很多人死掉的，这是杀生啊。阿布，能不去吗？不去可不行，大帅刚刚给我升了官，我怎么能不去呢？
哎，你的职位越高，指挥的权力也越大，死伤的人也就越多。虽然那些死去士兵的性命不是你直接夺走的，但却和你有着莫大的关系。阿布，杀业积攒太多是要遭报应的，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别再带兵打仗了好吗？妈，战争原本就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身处现在这个乱世，当兵打仗都是身不由己，上天是不会怪罪的。你这样想那是大错特错，阿布，你是个军人，那宋朝的两员大将曹彬和曹翰你应该知道吧？当然知道。妈，你整日里烧香拜佛，怎么会知道宋朝这两位将领呢？不用管我如何知道，那他们两人的事迹你知道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好，那今天我就跟你说说曹彬和曹翰这两位将军的故事。曹彬是宋朝的一位开国大将，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立下一番汗马功劳。有一天，曹彬遇见了善于相术的高士陈希夷先生。曹将军，你的边城古隆起，印堂宽阔，木长光显，必定早年富贵。所记的是夷薛口锤没有晚服，凡出兵作战，移开一面之网，或可培植一些晚服。好的，先生的话我记住了。后来曹彬带兵攻蜀，历经很长时间攻占了遂宁这个地方。曹将军，为了攻下遂宁，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士兵，如今城池已破，我们得给遂宁人颜色看看。没错，我们应该把遂宁城内投降的士兵全部杀死。只杀士兵太便宜他们了，当初守城的时候，城里的百姓一直支持着蜀军，所以才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麻烦，所以我认为应该屠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没错，我们应该进行屠城。不行，你们给我听好了，马上传我命令，不但禁止屠城，还要妥善对待战俘以及城里的百姓。遵命。后来曹彬奉命征伐江南，因不忍生灵涂炭，他便假装生病不肯就职。曹将军，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江南了，你就等着我们凯旋归来的好消息吧。是啊，曹将军，希望你的病能早日好起来，等我们凯旋归来的时候再和你一起喝庆功酒。是啊，曹将军，这些日子你一定要好好吃药调养身体，让病赶快好起来啊。我的病绝不是吃药能够痊愈的。啊，曹将军，那应该怎么样才行呢？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话，一定在所不惜。只要你们个人诚心诚意的自己发誓，攻克江南之日绝不妄杀一人，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众部将听了曹彬的话，便对天焚香为誓，攻克江南之日向界不许妄杀一人。曹彬的这一举动又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后来曹彬再一次见到了陈希夷。啊，曹将军，几年前我看你的相，夷薛口锤，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晚服，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口角遗风，金光聚耀于面目须眉，必能增禄延寿，后福无量。金光，怎样叫做金光呢？金光就是德光，其色如紫光晃亮，人若阴德有感，面现金光，眉现彩光，目现神光，其气外明而内彻，不独增寿，当因自孙远福。感谢当年先生的忠告之言，才有今日远灾培福之德。后来果然不出陈希夷的预言，曹彬晚年很有福气，最后享高寿而卒，并被追封济阳郡王。他共有九个儿子，长子、次子和三子都是一代名将，其余的儿子也都追封王爵，子子孙孙昌盛无比。那曹翰呢？
曹汉他带兵打仗时经常纵兵屠城，肆意杀戮，掠夺民间财宝许多，杀害普通百姓无数，结果他后来被削去官爵，流放登州。曹汉死后，他的子孙大多沦为乞丐，由此可见善恶报应，昭然不爽啊。妈，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打完这一仗我再回来看你。唉，营长，你今天和老太太聊了好长时间啊，是不是老太太她又不让你上战场啊？是啊，老太太希望我不要再打仗了。营长，你百战百胜，老太太应该放心才对。老太太并不只是担心我出意外，而是打仗可能误杀，造下杀生罪业，我参与进来是要遭报应的。今天她还给我讲了曹彬和曹汉的事迹。曹汉？莫非就是宋朝那个屠城将军曹汉？是啊，怎么你也知道这个人？当然了，在我们苏州流传着一个故事，那就是曹汉屠城，视士为猪。明朝有一位苏州人叫刘基元，他为人慈悲。有一次他乘船回乡的时候，做了一个怪梦。刘善人，刘善人。你是谁？我是宋朝的将军曹汉，前世是唐代的一位商人，因为一心信佛，经常放生，积下善因，后世做过几世官吏，到了宋朝又当了将军，就是曹汉。不过自从当了将军后，便经常在破城之后屠城，种下了严重杀业，只能世世堕落为猪。现在你停船的地方有个屠场，第一只受宰杀的猪那就是我，因此哀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的命。真是好奇怪的梦啊。老爷，你醒了。我刚才做了个怪梦。什么声音啊？哦，那是猪叫的声音。在这岸边有个杀猪的屠宰场，每天清晨都会在那里杀猪。难道是真的？说着他急忙跑出了船舱。老爷，你要去哪里呀？我要去救命。叫什么叫？再叫我现在就捅死你。可恶的猪，吵死了。住手，住手。最终刘希元花钱将这头猪买了下来，并带回苏州送到放生园中放生。曹汉，你现在安全了。那头猪听后抬头看着刘希元，然后竟然一下子朝着他跪了下来。后来不论什么人，只要朝他喊一声曹汉，那只猪就会昂首摇尾的回应。据说当时苏州有非常多的人都曾亲眼目睹这件事。这事不会是真的吧？谁知道呢？不过在我们家乡，大家都相信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嗯。自从听了曹彬和曹汉的故事后，阿布在带兵征战时便心有顾虑，而且每次看到战场上的尸体时，心里也感到隐隐作痛。营长，你今天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是啊，过几天大帅准备派我们出战，可是这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没办法打仗了。营长，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察觉到你的变化了，过去你打仗时就像一只猛虎，而现在呢，你总是畏首畏尾，有时候见到牺牲的士兵还会流露出惊慌的神色。没错，我是变了，我已经变得不像一名军人了，所以我准备向大帅推荐你，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啊，那你呢？我准备带着我的母亲回乡下老家，自从我当兵以后，我的母亲每天都在为我担心，天天念佛诵经，希望菩萨能够原谅我造下误杀的罪业。以前我不信什么报应，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开始有点相信这些东西了。啊！就这样，阿布带着母亲回到了乡下老家，而他的位置则由王副官接替。
随着几次胜仗屡立战功，王副官被升为了师长。如果阿布还留在这里的话，那师长这个位置就是他的。是啊，他怎么突然就离开部队了呢？真是太可惜了。人各有志，好了，赶快把武器整理好，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一次可是场硬仗，我们都能平安回来。然而这次他们却遭遇惨败，士兵死伤无数，王副官也被一枚炮弹击中，炸得尸骨全无。如果我没有及时退出的话，那这次死的便会是我了。说着他放下手中的报纸，来到里面，屋内供奉着菩萨，母亲正在那里虔诚地拜佛。阿布走到母亲身旁，然后也朝菩萨满怀虔诚礼拜着。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